况。今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转阴，局部地区有阵雨，温度14到16摄氏度，风力3级。出门的朋友请带上雨具，雨天路滑，请注意安全。据气象部门最新报告，最近雨水较多，今年我市汛期预计将会提前，请广大市民和相关部门做好防洪相关工作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最近雨水多，以后出门啊，记得带把伞。上车吧。哎。师傅，戒了。戒了。嗯。啊，戒了。戒了。注意点啊，车上不让抽烟。给我带烟？没有。嗯。师傅，你号快升所长了吧？我哪能跟您比呀、啊，孟大队长。您两口酒就从市里下来，然后喂，知道了，你马上通知县刑警大队。派出所所长毕志国，毕总。嗯，这位是你们新到任的刑警队队长孟东，有什么情况向他汇报吧。孟大，我是刑警大队重案中队副队长王远远。那我还没正式上任，调令还在车上。案子重要，先听听情况吧。今天早上，航道管理局的航召员们在巡航的时候打捞上了一条残腿，随后报了警。根据现场的情况，暂时还无法断定案件的性质。没有发现尸体或其他残肢吗？暂时没有发现，现场除了残腿之外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，残肢法医需要带回去做进一步的检验。派船只继续打捞，范围可以再扩大一点。是。初步检验，残肢为男性左腿，肢长77厘米，右脚20厘米，五指齐全无残缺，肢体残留皮肤表面无疤痕和胎记，肌肤组织有鱼类啃食痕迹，断骨处有钝器击打痕迹，因浸泡时间过长，目前已无法做进一步推断。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吗？需要做进一步检验才可以知道。不过目前照残肢造化程度看，死亡时间已不可能太精确。去杨松声称做 DNA 检测，先弄清楚死者的身份。师傅， DNA 检测时间太长了，要不我们先排查一下竹北这段时间的失踪人口吧。你是刑警大队长，我只是一个
快要退休的派出所所长。这事儿别问我。师傅，竹北是渔民聚集地，外来劳工多，人员结构呢相对复杂，失踪不报的情况以前也有过。这事儿啊，让所里配合一下吧。就是来看看你，三哥，我挺好的。人生啊，三哥眼里可是不揉沙子。三哥，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听三哥的话，回去吧。哎，师傅，借了。先借了。先借了。要想不让人说闲话，同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。师傅，您放心吧。吃饭吧。是吧？今天这案子您怎么看？案子没有定性之前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过一阵子我就要退休了，这个案子你要是觉得人手不够，可以找陈浩他们来帮忙，要尽快出结果。明白。是怎么了？雨水来得这么早，谁又搞得人心惶惶啊？你好，你找谁呀？警察同志，我自首。自首？杀人。来的吧？是阿婆，我刚搬来的。老叔叔，叔叔好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呀？阿西。喂，你好。好，马上回去。你说你杀人了？是。
查谁了？镇上的陈阿七。陈阿七？七哥，铁铮啊，哎，听说这不是怀孕了？对，刚怀上。就那么漂亮的娘们。你就看上你了，哼！哦，还不上，什么意思？七哥，我最近手头确实有点紧，你还我两天，我肯定全都给你补上。补上？咋补？就你那条破船？七哥，你放心，我多干点活，我肯定能给你补上。去！好奇，这都他妈多少回了？哼，你说不能这样。你呀，在我这儿待着，我回去啊，找你媳妇问问，让她多干点，看能不能把这钱补上。
尸体成哪儿了？两江口靠边的渔场附近。凶器呢？沙场后面的荒沟里。孟大队长，你不去你的刑警大队办案，拿我们派出所当办公室了？尸体是在你的辖区找到的，人也是在你所里报的案。我不在你这儿办公，去哪儿办公啊？陈所长，配合一下嘛，工作重要。那我们这工作就不重要了？目前这个案子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。孟达，来得正好。据石水生交代，沉尸地点在上游两江口北边的渔场附近，你安排人手在附近全力打捞。是。他还说凶器扔在沙场后边的荒沟里，你再安排一队人务必尽快找到。好，讯息一到，打捞工作就被动了。明白。这两人你熟悉吗？这个施水生啊，是个船把式，靠江吃饭，没有案底。这陈阿七就是个混子，我们这儿常客。程组长，我队里人手不够，陪我去趟沙场。哦，对了，开你车去啊！开我车去？我成你司机了我？这什么时候改沙场了？大桥通车以后，这个码头基本上就废了，后来就改沙场了。哎，这沙场谁的？你还记得以前谁老跟咱师傅作对吗？李老三。李老三呢？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过来了解点情况。李老三呢？我们李老板不在，二位有什么事儿吗？不在，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不知道，我们都是新来的，你们想了解情况等我们老板回来再说吧。菜放桌子上，赶紧做饭去。你在这儿做饭？哎，二位，我们都是打工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等我们老板来了再说吧，就别为难我们了。说好，马上回去。所有人的事儿，你想不想？警察同志，我们受家属委托来了解一下情况，为啥不让进呢嘛？案子由刑警大队负责，暂时还在调查，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家属的。你看我们都来了，好歹给个解释嘛。李老三。哎呦，
陈副所长。李老三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派出所想干嘛？我有一个兄弟失踪好多天了，听说被人杀了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，家属很着急嘛。您哪个兄弟啊？就是阿七兄弟吗？阿七失踪了？失踪了为什么不报啊？你怎么知道阿七是被人杀了？阿七嘛，好耍，都以为他在城里耍呢，谁也没在意。听说有人来投案，死人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该给个解释嘛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李老三，我们这件事情还在调查当中，一有结果我们会马上通知家属。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知道有人投案？这是我们刑警大队的孟东大队长，目前正在负责这件案子的调查。也许不是投案，是举报呢？这个我不知道啊，反正你们得给个解释嘛，人不能白死嘛，是不是？走了吧。李老三，太嚣张了。陈浩，你去调查一下沙场主犯那个孕妇。查那个女的？要下雨喽。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姐，喂，什么情况？石蕊生他老婆身体不好，一直怀不上孩子，为了看病没少花钱，还借了不少高利贷。听阿七，跟李老三，陈阿七那种人吃喝嫖赌，哪有钱借给别人？那陈阿七是替李老三收钱的。这陈阿七表面上是沙场的保安，其实就是打手。老哥，那徐瑞生他媳妇怀着孩子。怎么跑沙场做饭去了？说是沙场忙不过来，让他过去帮忙两天。徐水生投案自首，他老婆知道吗？看情况是不知道，要知道不早去派出所吗？回所里批审徐瑞生。杀人的事儿还有谁知道？没人知道。李老三也不知道。你欠李老三的钱？老婆快生了吧？快生了还替别人干活，你来养孩子没少费劲儿。你来自首，你老婆知道吗？你就不替你老婆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担心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确实都说了。凶器找到了，找到了就好。
说吧，为什么投案自首？杀人偿命，这个道理我懂。谁杀人？那一天小码头的事你听说了？阿七办事啊不地道，和大家闹了点矛盾，阿强他们教训了他一下，结果手下重视了。志胜啊，你明天去趟派出所，把这个事情解释一下。三哥，明天去一趟，你们之间的账就两清了，回头再给你换条新船。三哥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沙场最近比较忙，让你媳妇儿去帮两天忙，做两天饭。到了那儿，你知道怎么说吧？施水生，你知不知道骗人顶罪作伪证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？那你之前说的杀人经过，我编的。凶器和陈尸地点呢？我听阿强他们说的。编的可以啊，有经验。九句假话，一句真话，骗不了人的。那你现在就不怕李老三他吗？怕，怕。但是有孟警官在。已经请他过了，应该可以确认是李老三团伙干的。不过陈尸地点有点问题，据李航交代，尸体是直接停在江边小码头附近的，不是在两江口。老了，放心吧，走不到你前头。带走。这雨呀、啊，总算是停了。你陪我走走吧。妈了，妈了，妈了！小来家，小生姓郑啊，今年是大第一年才，我想上京赶他，求取一个名。戏好看是因为故事曲折扑朔迷离，不过舞台上啊
这好人坏人一眼就看出来，办案子可就不一样了。不管多曲折，结局应该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该忙忙去，晚了要吃饭。啊，好嘞。来这儿。以后啊，少干这种傻事儿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啊。行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。尸体陈亮江口了。是。在家等着呢。鱼来了。孟大，吃饭了。啊，来了。程浩，哎，倒酒。好嘞。我就免了。孟东，你还拿捏上了是吧？真借了啊。喝茶。就喝茶。我替孟大喝。陈浩，给我倒上。行，给你倒上。来，先喝一口。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。此外，提纲表示，经过中英两国双方共同努力，目前不能新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，将争取在2018年内开出部署。有一些外国媒体认为，中方昨天宣布的这些重大举措涵盖了汽车知识产权等领域，与此前美方表达关切的一些不符合。中国外交部表示，两边一致同意，中方宣布扩大开放有关重大举措，应当提出有关这是中国的亲自一样参加的决定。我吧，是吧？喂，是，我是孟东。尽快把报告送过来。DNA 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残局不是杀气。
孙世雄，现年35岁，水城人，因聚众斗殴罪、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半年前刑满释放。孙世雄出狱后并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到派出所报到，目前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，也就不清楚为什么来竹北。这陈阿七的尸体还没有找到，又冒出了孙世雄。如果残肢是孙世雄的，那跟陈阿七的案子有关吗？孟达，这一下子又变成两个案子了。那你之前说的杀人经过？我编的。凶器和陈尸地点呢？我听阿强那么说的。据母亲交代，尸体是直接从这江边小码头附近的。尸体成两江口了？是。九句假话，一句真话，骗不了人的。孟大，派人再去查一下孙世雄半年以来的行踪，尤其是他之前的什么东西，务必要搞清楚是为什么来的。是。暂时把打捞队从两江口那边撤回，集中在小码头附近继续打捞，仔细点。小码头，那两江口怎么办？出去打。哎，孟大，钱呢？一个朋友，我去一下。给。孟警官，就住船上？对，一直住船上，习惯了。真戒了，没事儿，我就是顺路过来看看。啊，你老婆没事吧？挺好的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孙世雄你认识吗？孟警官，我自首。杀人。谁？孙世雄。孟警官，能给我根烟吗？孙世雄是中学同学，关系一直挺好，我俩还合办过一个渔场，
后来因为渔场的生意，两个人打起来了，把人打散了，判了八年。之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过。前段时间，他突然来找我。具体点，哪天？三月初，七八号吧。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。我记得天气挺冷的，下着雨。先用着。上，我一出来就来了，你怎么没醒呢？要不我问问刘三儿，我们帮你再审一次，我先看着。大小啊，你刚出来，下来下来。安稳，池队长，你给我讲安稳。当年要不是因为渔场的事儿，你他妈现在能这样？我在里面住了八年，你先让子安稳啊！告诉你，该是我，我不能麻烦你，欠我加倍还。三十万，一分都不能少啊！林彤彤现在跟着你呢。不要脸，明白了？走，西边是建设厂，铁锹呢？一起拆了。你这次说的是真话？真的。你是故意把我们往上游引的？对，就是想拖几天，等汛期一来，你们想捞也捞不上来。你这是九句真话一句假话吗？孟大，尸检报告。
尸体的残缺痕迹与之前发现的残肢相吻合，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同一人。 DNA 取样已经送省城了，这次应该不会出问题了。陈阿七的尸体呢？还在打捞。抓紧点，尽快结案，拖到讯息可就麻烦了。嗯。还有什么？在尸体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因为浸泡时间太长已经无法修复了。手机卡在吗？在。去查一下通话记录。是，孟大队长。大伙都辛苦了，结了案，我请大家吃饭。好。什么时候回县里？再等等。还别扭呢？你说，石水生是个老实人吗？老实？老实人净干大事儿。你好，是石水生的爱人吧？我是派出所的，这是石水生的拘留家属通知书，请您签收。案子都查清了。是，基本搞清楚了，调查结果和嫌疑人口供基本一致，应该可以结案。你想的吗？肯定还是这都是师傅您教导。你说，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。有问题就去查，没有问题别老是神经兮兮。哎，你这次回去啊，抽空去趟医院，先查查你的咳嗽。哎呀，这雨天气又下雨了。情况，有村民反映，有一个疑似孙世雄的人出现在石水生的船上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下楼。孟警官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这些话讲了很多遍了吧？我累了，能休息会儿吗？是因为你老婆吧？我了解孙世雄，他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
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现在安稳了？等孩子生下来，孟丹，你看一下，要是没问题，我就报送给检察院了。这个是孙世行手机的通话记录，一共只打出过两次，都是同一号码。对方号码查过了吗？还没有，今日的网络出了点问题，还要等两天。人什么时候送的？明天下午，直接送你看。是水生的媳妇，是不是会生？好像是。派人明天去医院看看。好。孟大队长，孟大队长，程所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说的，让我来送送您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赶紧上车。走了啊。这个下法，汛期不提前才怪呢。三月初，七八号了。这个是孙世行手机的通话记录，一共只打出过两次，都是同一号码。人什么时候送酒？下午，怎么了？小鹏，回所里。石水生，你给我老实点，撒谎对你没什么好处。那能这样？我在里面住了八年，你现在挺安稳啊。去医院干嘛？去医院干嘛？我老婆是不是出事了？
妈，见着个男人想跑了。就没死，石水生知道吗？喂，谁？谁呀？好，是阿叔，阿叔让我晚上回去一趟。
不晚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没想怎么样，跟水深要点糊口钱。你要多少？30万。怎么，嫌多啊？行，我回去给你凑。钱呢？怎么也给。我今天啊，先返利息吧。啊！你他妈真狠啊！再弄死我！钱我给你，你让我回去。李迅，什么时候这几年我在哪？天天都想着你。啊啊！慢点，孙先生，我怀了孩子，你放过我吧。为什么不报警？我想把孩子生下来。生下来，然后呢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你，我还有个女儿，孟达，
等等，怎么样？孕妇羊水栓塞导致大出血，休克。孩子？孩子保住了，但是大人。放心吧，thank you.